有人在吗？真冷啊。我怎么在这里？冷死了。混蛋，我身体你真是蠢。艾弗琳，你怎么在这里？你已经死了。死了？是穆兰达，是他。不，我还要去救热斯。错了，不是穆兰达，你本来就死了。你说什么呢？我还好好。看吧，玛瑞达没杀你，你就不觉得奇怪吗？不管你怎么受伤都不怕。想起来，3年前。在贝克家，你早就被 Jack 杀死了。你死在哪里了？3年前？那不可能，不会的。你根本就不可能到处走。别在我脑子里胡说。你不可能到处走。别走！那我是什么？我坐在哪去？热死死！别！我。现在懂了，你从上到下都是霉菌，不可能再见到你家人了。家人，不，热死，我还要救。我孩子，你已经死了，死了。我会救出热死。终于您醒了。我在哪里？在我的马车里，伊森。您做了个噩梦。公爵，您与 Heisenberg 的战斗真是精彩，可谁能想到 Miranda 会现身？我昏迷了多久？直到天快亮。公爵，想请你帮个忙，带我去 Miranda 那里。
就知道您会这么说，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很快就会到。谢谢你。可伊森，您真的要去吗？您的身体正，在崩溃。是的，是我多此一问。那我也多此一问，你是谁或什么？连我都不知道答案。我们到了。我欠你一次。那么伊森，恐怕您再也不能回到以前那个世界了。准备好了吗？必须去。我得过去。如您所愿。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您千万别漏掉什么。您的旅程快要结束了，想不想把钱挥霍光？请收款，仔细选择吧，这可与您的性命攸关。这种简单的改造，我眨眼就能做完。请保重。多谢。请务必做好准备。就因为这场骚乱，我丧失了一整片交易的地区。
常言道呢。再会了 ，Winters 先生。如您所愿。常言道，能者多劳。您大概将其称为武器送别。哦，生命与机器的结合，我能感受到海森伯格大人的脉动。我的手可比看上去更灵巧。啊哈！非常荣幸。来吧，挥金如土吧！哈哈哈您从哪里弄到这东西的？请保重。
我得走下去。小 Ava， 我可爱的女儿，来我这里。 Ava， 是你吗？哦，我真想你啊。哦，什么？我的力量在消失。Joss， 马什安德，有趣，你的身体绝不简单。把 Joss 还给我，快！你会明白的，一旦我真正杀掉你的一切。救 Joss， 快！放开！我耗费毕生心血，敬畏此刻，而你竟想将其付之一炬，这是你要付出的代价。我将如愿以偿。Rose， 是我的！完成你的使命 ，Winters 先生，你已处理完我的假孩子，且唤醒了荣耀的君主。如今，请不必担心小肉，我保证会让你真正幸福。因此，你现在可死而瞑目。我认了，就这么算了。与你孩子早死，多幸运。小 Ava， 我可爱的女儿，来我这里。你已完成你的使命 ，Winters 先生，你已。处理完我的假孩子，请唤醒了荣耀的君主。如今，请不必担心小 Rose， 我保证会让她真正幸福。因此，你现在可死而瞑目，以解父母心。我让你就这么算了？对吧？如何能否定我？你怎么就是不走？ Rose 是我的孩子，不是你的。这一下结束。无礼！君主将我从绝望的深渊拯救出来，给我无比的力量。啊，对，君主只是让你发疯了。
凭你无法救 Rose。一切交予我，去吧，入睡吧。开玩笑！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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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让女儿回来，说我将 Rose 与君主结合，我的女儿终将再现。我等待百年，百年。请问君主，为何？你为何不死？如此命意，令人作呕。需要 Rose， 他是我的孩子，变态！别妨碍我！别再犯傻了！生命已终结 ，Winters 先生，为何还站立？别抵抗了！你时间已到，去死！为何静止无力挣扎？Rose， 没事了 ，Rose， 没事了。
伊森，伊森，喂，伊森，喂，伊森，醒醒！哦不 ，Chris， 伊森，你做到了，干掉他了。我想我们是同归于尽。伊森，我们得走了。继续走，伊森，我在那里放了个炸弹，能把整个村子炸飞。看过来，完这个事，我们绝不能在他附近。喂，尼亚在等着你呢，他还活着，听到了吗？活着。尼亚，真对不起，我爱你，保护好圣斯。喂喂，喂。自己跟他说，加把剑已经不远了。照顾好他，教他学会坚强。这可恶！保重，罗斯特。快起飞！等等，伊森在哪里？快走，我们得离开。不，不能走，不能丢下我老公。米娅，坐下，系上安全带。你先告诉我，伊森他在哪里？他绝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告诉我，怎么回事？他在。那是什么？说了让你坐下。不，他在哪里 ？Chris， 你做了什么？他不在了。尽力了，为了让我们离开，他留下来了。抱歉，队长，你得看看这个。BSAA 送来的不是士兵，这是个生物武器。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队长，命令是。集合剩下的队员，确定去 BSAA 欧洲总部的路线。有人得付出代价。
觉得那个男孩能摸到月亮吗？没人能摸到月亮，他太远了。要是他有宇宙飞船呢？好吧，那是能摸到，不过他一定非常的冷。小笨蛋，月亮摸起来可不像鲸鱼那么小。嘿，老爸，生日快乐。抱歉，上周没来。我要准备很多测验，你知道有多忙。说凑凑凑凑就到。又有任务了，我爱你。是找到他了，哼，还能是哪里？偏偏是今天，发生了点事，该你出场了，艾弗琳。别再用那名字叫我。哇哦，哇哦，只是开个玩笑 ，Rose。我的能力会让你大开眼界，连 Chris 都不知道。现在一发击中。不必，我能处理。他只是个小孩儿。要控制好点啊 ，Rose。你很像他，知道吗？当然。
从哪里开始说？我的名字，伊森 Winters。贝格尔家的那些事已经过去三年了。我在找我失踪的妻子，我收到了她的邮件。邮件里让我去接她，所以我才去了那鸟不生蛋的地方——路易斯安娜。我发现米娅被关在一间黑暗的地下室里，她那时很不正常，就像只野生动物那样攻击我。后来我发现她感染了一种特殊的霉菌，我在那栋房子里到处找解药、疫苗之类的东西。住在那里的人已经被感染了，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人性了。那次感染的源头是个生物武器，看着像个小女孩，她叫艾弗琳。我和那个无药可救的家庭战斗，用血清治好了米娅。后来 Chris Redfield 和他的战友们出现了，救出了我们两个。这些够吗？我真不想再多谈那些事。都结束了。ビレッジでレベルデザインを担当している津田です。こちらでは本作におけるレベルデザイン制作について説明いたします。まずはじめに、レベルデザイナーとは体験を作り出す仕事です。実現したいコンセプトやビジョンをもとに感情が動くようなゲーム体験が得られるように空間演出を用意する仕事です。ディレクターとのやり取りでコンセプトに沿って正しくゲームに反映されているかの確認を行います。バイオハザードの場合は怖いかどうかが大きな判断基準になるので、怖さや緊張感が要求に達しているかの確認も行います。演出やゲームデザインを決めていく際には、非日常的な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を没入感を持って体験してもらうために、丁寧な入れ込みの演出や説得力のある空間設計を行うことを意識しています。ビレッジで苦労した点としては、ホラーという限られた枠組みの中で種類の違う体験を用意する必要があるところです。ビレッジに限らず、バイオハザードシリーズのレベルデザイン制作においては、怖いものにアンテナを張っていて、怖がらせることに対して引き出しが多い人が向いていると思います。敵で驚かしたり、パズルでなるほどと思わせたり、さまざまな思考や感情を生み出すことが要求されます。ビレッジでユーザーに体験見てほしい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としては、いろいろな表情を見せる作り込まれた村を隅々まで体験してほしいです。恐怖を感じつつも住むと、いろいろな体験や発見があるはずです。
老爷，抱歉，我晚了。没事，我刚好放松下。你说你有件重要的事要跟我讲，不是要讲 Chris 想让我参加行动那件事吧？因为我可跟他说过了，想都不要想。我知道他让你们这些猎狼队员们遭了多少罪，不了，多谢。不是那件事，是关于你的事。我很担心你，担心你在学校过得怎样。不会吧？你想跟我讲的就是这件事吗？那群坏女孩还在找你麻烦。你说的是他们还把我当怪物的事？嘿，微微，看着我，你可不是怪物。我是，这你也知道，所以我在学校和所有人都保持距离。他们要是知道真正的我，所以你没有能交心的朋友？交心？交什么心？交心说我算不上人类，交心说我是个可怕的怪物。不过你放心，我一般不杀我朋友的。如果有办法能够除去你的力量呢？那我想要立刻除掉。好吧，那么我有个东西得给你看看。Miranda 和变异霉菌，你应该知道他对研究这东西有多么狂热，而且他还在很多人身上搞实验，比如我。没错，你不知道的是，我们最近找到了一些 Miranda 的研究笔记，看样子他发现了一种进化结晶，能除掉宿主身上的变异霉菌。进化结晶？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个结晶，说不定就能削弱，甚至完全除去你的力量。不是胡扯吧？不。不，只是他的笔记不是很完整。不过，我想我应该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剩下的研究。那我们行动吧，去找到他。去哪儿找？在那里。什么？那是君主的一小部分。那些死在他附近的人们，他们的记忆会被他吸收并储存起来，也包括 Miranda 和他知道的一切。如果你进入里面的意识，说不定就能解开进化结晶的秘密。等等，什么是进入里面的意识？好吧，这个你跟他渊源很深，应该能够在里面找到线索。听着像疯话，你像在胡说。我懂 Rose， 不过这不危险。就当他是像你在别人的记忆里走一圈。这法子真的能行吗？我认为值得试试。还能有什么坏处吗？那我应该要怎么做？你这个我不知道。不然你伸出手看会发生什么。好吧，那行，不管了。我的天哪 ，Rose 真是个怪人。是啊，他好像能看见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吓人。你离我们远点，你这怪物！怎么会有人想当他的朋友呢？他绝对不是正常人。有东西刚刚在他手上动了，他是不是有问题？这又随便，他好像怪人，怪怪。你知道那小鬼有多强吗？给我滚开！怪物，怪物，心思大，别再说了。我还在这里。老爷，老爷，你在哪里？老爷，有点不太对劲。
是真恶心，这是什么鬼？在吗？这里危险。什么危险？为什么？坚持住，我去找找有没有钥匙。
那是我的名字。什么鬼东西？这是什么？我是 Rose， 这是怎么回事啊？必须往前走。可这里很危险。等等，等一下。
你要去哪儿？这里也有，还都长得跟我一样。你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吗？完了，不见了。
那就好。刚刚那是些什么鬼？这里到底怎么了？怎么走？怎么回事？我在哪里？等我把这东西从身上弄出去再说。这里有一块能除掉霉菌的结晶，我一定要找到它。在找到他之前，我绝对不走。你是什么？我的守护天使？
那你有名字吗？如果是天使，那你叫 Gabriel Michael。好 ，Michael， 该怎么办？他们太惨了。